下班下班，来开你了，下班下班。今天预算就3块啊，想吃啥哥买单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拿根肠，看见没？肠要配蛋，小姑娘乱窜。那你不配两个呀？你还挺懂。小博，嗯，老公，真是你，好久不见。那个初中毕业就没见过了。确实是，那个你现在在哪上班？我那边工地。工地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就吃泡面？没有，我随便点吧。那个我们买了卤味，你尝一下，看好吃呗。不用不用，我们食堂里啥都有。有什么？一会儿咱不是还要去吃吗？没事，你尝一下，真的很好吃，姐做了很多年了，尝一下。你吃吗？人家都给你兜过来了，你客气啥呀？哎呀，那我有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你慢慢吃。我们到时候后面可以再联系。过去热情围绕你却视而不见，到最后我才明白只是透明存在，这悲伤才是我最深情告白。谢谢啊。即使一粒尘土我也要满天飞舞，从我的角度审视你的世界的孤独。